です。今日も動画を見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今天我跟文章来到了大名鼎鼎的华侨服务社。我也是第一次来。私とふーちゃんとチム初めてです。いや、めちゃくちゃ楽しみにしてます。そうです。这里有三楼，首先是他们地下一楼，他们主要是卖一些亚洲的食材，然后是二楼是卖冷冻食品，然后是三楼是卖一些酒类，还有书，还有杂货。然后大家看，现在文章后面已经全部都是他们的传单。見たことあるやつあるぞ。なに？统一肉燥面。然后大家看，他们这里还有卖玉香馒头，超赞的。すごいいっぱいある。ふーちゃん楽しみしてたでしょ？台湾ビール買って帰っちゃおうかな。あと他になんか楽しいものある？ゴーワン。然后给大家看文章今天的全身，我觉得超帅的。他穿一个白色的 T 恤，还有黑色的长裤。文章平常不太常穿白色，我觉得超好看。本当白に合ってる。よかったね。いつも黒だからね。かっこいい。大家看他们这个风格，超赞。哇，我自己也是第一次来，之前又很常听到别人来他们这一家，终于可以来朝圣一下了。那你首先是一大堆韩国的泡面，那我们一下楼梯呢就有海底捞的小火锅，好酷，这样子一包的即时包装。天哪，还有康师傅，我好久没看到康师傅了。我以前小时候也很喜欢吃康师傅的鲜虾鱼板面。然后旁边这边应该是香港的饮料，之前去香港料理店的时候呢，他们那里的也都说他们从小就会喝这个。 Oh my god， 满满的全部都是。我跟文章从最后面拍给大家看。すごいいっぱいあるね。ね、哇，等一下，全部都是米粉。すごいな。啊，新竹でいうとこなんだけど、ビーフンが一番有名。ここのご飯も有名だよ。あ、そうなの。他们这个价钱是300g一包，210日元。那韩税的话是226日元，我不知道台湾多少钱，不知道这样算贵不贵。那除了这种台式米粉之外呢，还有越南的米粉，酷哎。然后我文章现在看满满的月饼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月饼，所以就直接上网查给文章看。中国农历8月15号的时候，大家会边看月亮边吃。那个那个是咖喱的呢。哇，他们这里有超多茶叶可以拿来送人的，东方美人茶、洞顶乌龙茶跟桂花美人茶都有。还有这么多类的，全部茶包的。台湾で飲んだウーロン茶美味しかった。何でかん。还有铁观音耶，これのミルクティー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の。然后这里呢还有京都念慈庵枇杷膏，これはみんな喉が痛い時に飲むやつ。絆創膏の効が書いてある。我的天，他们竟然有肉松，可得ご飯と一緒食べると美味しい。啊，美味しそうだね。嗯，またはおかゆ。他们这里还有麻花卷。原味、プレーンの意味。そう、好棒。愛ゆえ。爱玉，爱玉啊！仙草冻粉超赞，好日常好きなやつだ。我的天，有老婆饼哎！我小时候超爱吃老婆饼的，爸爸妈妈都会买给我吃。开口笑，好怀念哦。これ美味しそうだね。これ美味しいの、これ美味しい。中は甘くて、外はサクサク。いいね。黑芝麻糖跟白芝麻糖也有。啊，花生糖，これ超美味しいやつ、ふーちゃん。これは買う。これ美味しいよ、本当に。我们的益美夹心酥还有小泡芙也都在这里，还有孔雀卷心饼跟孔雀饼干，还有这个孔雀香酥脆，やばい、テンションめっちゃ上がった。出た、ハヌキおじさん。我那叫他ハヌキおじさん、これ子供なんだよ。ハヌキおじさんだ。乖乖だ。乖乖。乖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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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乖。違うの。乖乖乖乖乖。乖乖乖乖乖乖！哎，我これ気になるよ。もう母さん何回も送ってくれたよ。でも俺食べたことないよこれ。一個買う。哎，他们这里还有老杨的方块酥，还有咸蛋黄饼、孔雀饼干，感觉可以来一下。孔雀饼干也买一条。めっちゃ買ってんな。え、買うでしょ。そういうの初めてだからめっちゃ元気。これも興味あるな。じゃあこれにするか。ネギ饼干。哇，他们这里还有金针菇的料理包，我也好久没有吃金针菇了。Oh my god， 吃粥必备的小菜瓜。これね、おかゆと一緒に食べるとめちゃくちゃ美味しい。天哪、啊，旺旺雪饼，但是日本也有大概很像的东西。当，これはいい。文章怎么办？我都想要买。あなためっちゃ喜んでんね。そう。楽しいね。見たことないものしかない。满满的沙琪玛，我的天，超爱沙琪玛！我上次也有买给公司的人吃。那他们除了卖食材之外呢，这里还有各种调味料，例如这里有蚝油，又有酱油膏，这些都是一般在日本的超市买不到的东西。这里还有爱之味的甜辣酱，而且才210日元而已。
哇，这要是在一般那种超市进口的买，一定卖超贵的。这里居然还有卖牛头牌沙茶酱，请台湾的大家要吃火锅的时候，请家来这里囤。有我们最熟悉的统一肉燥面，还有统一的米粉。那这里呢，还有巷口干面，可惜没有蒸拌面，好想买蒸拌面哦。これルーちゃん昼ご飯によく一人で食べてるやつだ。そう、我超想用统一肉燥面来炒面的。还有满汉大餐。これフーちゃん食べたことあるよ。これ大きいね、お肉がゴロゴロ入ってるやつだ。そう。これ美味しいんだよね。牛肉面なの。他们这里呢还有卖地瓜粉跟玉米粉，种类真的非常多哎。我今天居然都没来过，太可惜了。欲しいものがいっぱいありすぎて大変だ。大家我真的要疯掉了，你们看，牛奶花生，不只是这样。居然还有泰山的花生仁汤，怎么办？这一定要买。泰山的冬瓜茶，泰山的仙草蜜，黑松的芭乐汁，太夸张，这一定要买爆。このグアバジュース美味しいよね。ねえ、プーちゃんのグアバジュース意外に好きだもんね。好き好き。これも買おうよ。还有黑八宝跟八宝粥。这个文章应该看了就一定不敢吃，虽然也有很多我没看过的东西，但其他华人应该会像我一样，看到习惯的东西就非常的怀念。我们现在要去二楼看冷冻食品区。哇，没错呀，拜。二楼的话，整体大概是这种感觉，其实还蛮大的，然后超多东西可以逛。我们的台湾点心特区，冰淇淋，还有台湾的奇美食品。烧饼，还有芋泥包、芝麻包、蛋饼皮，有千层蛋饼皮，还有葱花蛋饼皮，やばい、これ買いたいね。カスタードマンだ。对，奶黄包这个超好吃，これ超美味しいよ、富ちゃん。他们这里还有卖小笼包跟小的肉包，这边全部都是萝卜糕，我那疯掉了吧。焼くだけでさ、大根餅食べれるってこと。そう。すげえ。いいな。買いたいね。其实很想要今天买冷冻冷藏食品，但是我跟文当等一下不会直接回家，所以今天就不会买冷冻冷藏。今天先来看一下有什么，下次要直接回家就再来买冷冻冷藏的商品。哇，这里这一区全部都是生煎包、水饺区，还有午餐肉罐头，超酷的，什么都有。这里还有卖虾球、跟珍珠丸子、跟韭菜包。珍珠丸子我小时候也超喜欢的。等等，大家，这里居然有豆干。これ豆干ってやつなんですけど、めちゃくちゃ好きなのよこれ。なんか見た目そんな美味しそうじゃないけど。いやね、切るのよ。とりあえず美味しくて大好きなのよ本当に。うわあ、見て贡丸。我们文当到处在寻找贡丸，快笑死了。見て。これもこれもこれも全部贡丸だよ。他们这里有猪肉贡丸，还有鳕鱼丸，旁边还有我们吃火锅的时候会吃的小猪肉贡丸。また家で贡丸スープ作れる。いや。食べたいな。めっちゃご飯好きだからさ、めっちゃ興奮するわ。他们这里还有卖福州鱼丸，文章上次也觉得很好吃。これね、マジ美味しかったんだよね。他们这里呢还有卖桃酥，这个真的也是平常日本完全不会有的东西。然后他们这里呢还有芝麻汤圆，可惜不是桂冠，好想吃桂冠的花生跟芝麻哦。还有挂包跟银丝卷，超丰富。他们这里还有卖地瓜圆跟芋圆，真的非常的丰富。大家家里想要吃点甜甜的，也可以从他们这里买。那这一区呢是汤圆跟葱油饼，还有手抓饼区域。大家看，光葱抓饼的种类就有这么多，而且还有我们的益美葱油饼。我自己是对这一盒千层三星葱烤饼非常非常的有兴趣，感觉超好吃，好有逛全年的感觉。现在还有马玉山，我以前刚来日本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买一包他们的马玉山，然后当早餐喝。いや楽しいな。ふーちゃんわかんないものあといっぱいあるでしょ。大根餅の中に入れてるやつだ。小虾米，我们倒很了解。啊，他们的三楼呢，整体大概这样感觉，也蛮多东西可以逛的。然后首先呢，这里有非常多非常多，可能台湾很多人家里都会有摆的东西。こういうの置きたくない？確かに、みんな結構置いてるよ。置いてるよね。嗯，这里也超多超多各种酒类的。我们两个之前有拍文当喝啤酒的影片，然后就有很多人留言说台湾啤酒出了这个蜂蜜啤酒很好喝。いや、僕はね、これが一番大好きなんですよ。他们这里还有卖超多书的，那这里的书呢，主要都是日本人学中文的书，或者是讲中文的人学日文的书，就真的完全就是否对中华文化有兴趣或是华人。快快的，可能是上どこでもいるな。これ子供だって。那这个就是我跟文当今天的战利品。耶、yeah! ！
这次我跟文当是第一次一起来新大久保。新大久保呢，アジア料理いっぱいあってね、めちゃめちゃ美味しかったね。昼タイ料理食べて美味しかったね。那谢谢大家今天看我们的影片。如果大家之后有兴趣的话呢，欢迎大家也可以去华侨服务社大采购台湾的东西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，大家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。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。